那你做家事干嘛那么甘愿啊？也很臭哎、欸。很不爽。你用钱加五千，一下子就可以吗？拍个照，对啊，性感风。拍照要穿丝袜。对啊，性感风啊，拍腿。是这样子吗？对啊。还是你跟我一起去啊？别，你们都男生，都男生要喝酒，我不想去，赶快出门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还跟我一起去啊？不要。好了，那走了。我跟你说，我讲你会在放心，我会在家很安全，非常的不安全。一个女生在家真的非常的不好，对方鞋子超搭你的丝袜。我跟你讲，这真的很正。我没有要去。啊，不然穿这双。我没有要去。就去就去。
的老婆啊。不是，是我妹妹，我的老婆。你是我儿子，我是爸爸的老婆。你的老婆你要自己找啊。我不要找老婆啦。我的。我的啦。妈妈。我的，老婆我的。他的老婆，妈妈，我是爸爸的老婆啊。不是，是我妹妹，我的老婆。你是我儿子，我是爸爸的老婆。你的老婆你要自己找啊。我不要找老婆。你不要找老婆，你要我当你老婆。那这样爸爸就没有老婆啦。那别人家姐一直中间在找哪，可以找到很远的老婆。爸爸可以找到很远的老婆。我都会在线坐捷运，在坐的捷运。坐捷运，然后嘞？然后开那个，然后先开小卡。哦，先开小卡。在坐公车，然后再坐捷运，在坐捷运，然后再坐计程，在坐计程车。爸爸的很远的老婆这么远哦。然后那个坐的，然后坐一个捷运，还要再坐捷运哦。哦，爸爸的应该在高雄哦。爸爸的老婆在高雄是不是？是啊，哦。那可是我是爸爸的老婆啊，应该要就找到很远的老婆。哦哦，这样就可以找到很远的老婆。好啦，不然我爱爸爸，然后他就会爱爸爸、哦。